一走进三重区维德里的步道公园，绿意盎然的景象令人心旷神怡，两旁遍植各类花草树木，每到春天就百花齐放，美不胜收。目前鸡野樱正值盛开期，粉红色的花朵为步道增添许多浪漫气氛。维德里步道公园山樱花已经开好了，现在换鸡野樱开，会当开到四月中旬。感谢咱的工作的支援，嘛真感谢咱的李来团结。迄、那个志工有60多个，而且十个会当团结，十个协助，会当才有这条步道，才开了樱花开了非常的水。这条向高工局申请认养的边坡步道，原本是垃圾堆积的脏乱点，但在姚正芳里长及李明的齐心努力下，已蜕变成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。如此丰硕的绿美化成果，让三重区长刘来通相当感佩。过去啊，曾经是非常脏乱的高速公路的边坡，那在我们维德里，我们姚里长，他也是我们119个里的总会长，他带领我们维德里的这些最可爱的志工，经过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的整理啊，这个地方啊，真的是麻雀变凤凰了。那这里啊，总共有种了186棵的樱花，包括山樱花、吉野樱，啊，那现在看到的是吉野樱，啊，正准备要盛开。春天赏花不必到阳明山，其实维德里步道公园就很有看头。在志工团队的用心呵护下，不仅樱花长得好，就连树干上新移植的蝴蝶兰也朵朵盛开。刘区长和姚里长欢迎民众共襄盛举，享受春暖花开的浪漫氛围。维德里步道赞！海波大台北数位新闻罗伦宏采访报道。